学堂。哇，我看到有好朋友在那儿了。滑梯好好玩啊！我要把我有彩虹蛋的消息也告诉他。金宝，金宝，你快看，我刚刚用劳动获得了一个超级大的彩虹蛋哦，这可是最新的。独角兽，哎，好，它前面的盒子在这儿，我们帮它装上。
下。朋友们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哦，以后我的好朋友就是这个独角兽了。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最后最后，千万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如果你们想玩更好玩的玩具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